邓丽欣呢日同新生代演员顾定轩仲有男团 Mira 出席排球主题嘅电视剧开机仪式。Steffi 向来都热衷排球运动，呢次演教练角色当然会难到佢啦。其实也要学一下，但是当做球员，但是你自己都会平常都会看到你的教练怎么教你，你也会学到一点点。所以有一些，我在戏里面的影子都是我以前教过我的教练的影子来的，我都学他们的，就是有些凶啊，或者是一些用词啊。都会有一点点，就是给他们影响到。被这么多位小鲜肉包围 ，Steffi 一定是很爽啦。这样的感觉就是很青春、很热血的感觉，就是让我自己都变得青春起来了，就是很开心的感觉。圣诞节就快到了 ，Steffi 难得有两日假期，应该会同男友王子好好庆祝啦。睇佢时间咯，如果佢得闲，应该会过嚟探下我嘅。圣诞节应该我哋会放一两日假到啦，我谂我应该会喺屋企匿埋瞓足24个钟，太耐冇瞓过，因为每一日差唔多而家都系天黑，即系天未光就起身咯，咁我想试下天光先起身咯，起码系咯。